不去半的。哦，选择传二垒。哎呦，厉害！杨代军，哇，这个球处理了100分呢。莫非跟他碎呀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居然被一垒手处理的这么精彩。哇，这个蔡志有点，哦，这个不可置信。嗯、哦，那也那还厉害。看看哦，这个扑去半的杨代军接到，哦，接到点的力道比较强，但他这个选择是很大胆，也很准确。莫非前一个半局的抽筋，跟电影里面的朗纳度抽筋一样是假的。